萬計的市民無懼警察暴力清場，繼續留守街頭。第四日嚟呢度咯，係啊！你見到嗰個民氣咁盛嘅時候，一鼓作氣，因為催淚彈而出嚟。即係佢琴日佢講催淚彈嘅行為啦，令到我有啲憤怒咯。咁我哋都係想爭取翻我哋自己原本應有嘅真普選咁樣。亦都有人放工嚟撐。咁我覺得其實即係佔中呢件事，或者係啲學生嘅啲抗爭、一啲公民抗命，其實社會上每一個人都係有一個責任嘅。咁無論係翻工或者讀緊書。超過10萬人走曬出嚟，人潮由金鐘直卷中環、灣仔、銅鑼灣、旺角，塞爆成個場。佔中三子亦都走勻各個據點，同示威者打氣。